好，今天4月7号，然后满月派对今天更新，来看一下它的活动。这个活动其实之前，东南亚服、国际服、日服也已经出过了，我们这边是最晚更新的了。它的地方是在艾琳涅，它的地方是艾琳涅，也就是魔法密林它下面的一个地方。其实这 魔法密林还挺大的一个地方，它能挖出一块地方，然后你看后面还建了游乐场。它有三种糖果，月亮糖果就是通过打猎获得的，然后星星糖果是通过棉花糖是通过小游戏的，一共有4个小游戏，然后星星糖果是打气球获得的。2000个星星糖果可以换成长密钥。它这一共有三种糖果，这也是最新的一种硬币的机制，就是把原本一种硬币拆分开来，然后它这种不同硬币对应不同的商店，这是它最新的一种机制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月亮糖果的商店，应该跟东南亚国际服、日服是完全一样，然后国服的话就稍微，国服稍微不一样，就是它有一瓶成长密钥，有一瓶台风。前面这些都是戒指类的，戒指类，然后强化类有永恒的涅槃火焰，强大的涅槃火焰有 A 钱、有附加钱，然后两种印章加可疑的附加方块。还有核心宝石，成长这边就是倾向成长密钥、特殊荣誉勋章8个，然后加上6种勋章。然后棉花糖那边，棉花糖这边就是一些道具，有这些服装，有这个单元伤害皮肤，有温力机器人，然后这个满月兔椅子，还有那个宝石，那个独角兽的骑宠，还有随机伤害皮肤。我记得的话，你买这个然后去艾丽涅那个图是有一个隐藏任务的，然后每天200个那个月亮糖果的话，跟这个 NPC 对话会跟。给141级到199级的小号可以随机升级，跟之前的中秋节活动也是一样。然后就是星星糖，星星糖是打这个气球的。它这样，2000个星星糖就可以换这成长密钥。但是只能选4者其中之一，你要么就8个209的，4个219的，2个229的，或者是1个239，就这样。然后那个小游戏就在中间，它一共有4种小游戏，2个是新风寒，2个是通过匹配。有那个反转旗，有那个药水金字塔是吧？然后就是2个新风寒，就那个独角兽加那个威慑，
先干了这一步，认了。